嫂子终于可以吃饭了。因为前两天没有排气儿，一直喝了那个面条跟那水，这都已经是第四天了不，算是，就是早上排了气儿，吵我赶紧去买了这个鸡蛋羹。买点面条没用。不用喝水就行了。头两天都喝面汤，都喝完了，够了。还那你这一个月还得喝小米来收，你好喝小米。还抠眼了，咱咋这么厉害呀？看着吗？张着嘴儿。看着吗？小眼睁的不大哈，啥时候那眼睛啪一下睁这么大了？那都到啥时候了？快了，快了，超哥才亲戚嘞。脸上好乎乎的，你这给我爆发了。你先爆了。接住了吗？坐稳了，可以。老婆，张着眼儿，完自己也不玩儿，迷迷糊糊的。多长时间人人了？三四个月了吧。现在不认得我。等到嫂子啥时候掉头发的时候，他都开始认人了。妈，这女的别把他这个手套摘了。挖住你！他这上边不灵。他手下。超哥一看他把自己脸抓伤了，赶紧把小手套给他穿上了。俩洗了好好的，第四这才是满打满才三天，这第四天哪都会笑嘞。他嘴唇可红了。好啊。我的嘴唇都发黑，捂不好。我就看着头几天看着受罪哈，但是这两天看见他哈，还挺高兴的。幸福值了是不？之前受的苦受的罪值了。怎么抱着他？他那屋这坐着，你不能他坐在身上，不能，看到吧？不能坐在，就是躺着。嫂子抱着不撒手了。能抱。你会不？那叫嫂子给你扔那，偷。小孩都是那种头像。哎，找姥姥跟他唠唠近哈。来，老板。姥姥跟他唠唠近。老外，我说这个老外啥意思？老外，去了他的小姑娘，去姥姥家小姑娘就叫外外。外外。嗯。外外，都是大外外、小外外。所有的邻居都统称外边的人都是老外来了。老外来了，俺叫小七，是不是？俺不叫小七，俺不叫小七，俺叫小麦穗儿，知道不？小麦穗儿。到底，昨天晚上不是说了，那说好了是小七吗？小麦穗儿，好吧。